刚才发现布丁的坐姿有点奇怪。女孩子不能这么做。你怎么啦？布丁看了一下我的脚，然后带我去他房间，跟我示意一下去年的护爪膏，再来到我面前躺下，抬起他的后脚。我看一下，原来是脚皮干裂了。超萌的护爪膏，先把脚擦干净，然后涂上护爪膏。